唱出爱的旋律，你允许我与你同行，是我旅程最终的目的。你是我抬起头超越一切风浪，你保守我脚步当我失去方向，我软弱时你是我心中永留的力量，我灵魂的牧者，牵我手水面上，只不过是开始，在众人面前，你是我心机，你呼召我进入伟大命定，你是我在起头超越一切。表达的是，不管你在生活中遇到多少困难，多大的风暴，
都不要放弃希望，不要单靠自己，抬头仰望上帝，他能把一切的不可能变为可能，他能从低谷中把你拉起来，也能够把你的绝望变为希望。因着他的应许，我才能成就今天勇敢的自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嘉一，好久不见啊！距离我上一张作品有一段时间了，所以终于在最近，我决定把我去年拍的影片给剪辑出来。这个过程并不是非常的顺利，可是我还是把它剪出来了，所以这真的是满满的感动。所以为什么会有这张作品呢？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是离开了吉隆坡，所以就离开了一些好朋友，有点不舍得，所以我就建议一些喜欢唱歌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录制一个 cover 这样子。所以一开始其实只是想要简单的录一个 recording， 可是后来因为有机会我们一起出去玩嘛，我想要不然我们就来一点拍一点 MV 好了，就是简单的，就是在旅行的过程拍一些短影片这样子。然后后来发现其实这个 idea 真的是挺不错的，我就决定就是把它剪辑成一个完整的一个 MV 的感觉，还找了专人来一起录制那个recording 还有编曲的部分，所以就有了这张作品。自己其实也算是第一次很认真的去把一个影片剪成 MV 的模式，所以当中有很多的不完美，希望你们能够见谅。牵我手水面上，只不过是开始。所以如果喜欢我们的作品的话，可以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。你是我心。This is final， 不怎么不接受任何的 objection。你保守这个 lift 很好用，我喜欢这电梯耶，我喜欢电梯。这是什么系列？仙女系列啊，这个仙女系列。你们像主唱 C 位 C 位的感觉，三个。没有没有，最后一幕我就觉得我的脸干嘛在这么的前面，好像。你是讲这个是、啊、很就很。哎呦，一巴打下去 ，Oh no！ 想把他你的脸好像有仇这样子，顶着。你看我脸很臭，我的天！啊，你看，你看他的表情 ，perfect， 一百分。我们这一幕太斯文了，我们是。我发现你们两个都很敬业，你嘴巴都特别圆。这个叫嘴巴大。你们对嘴巴很好笑哎。没有，你们对。